吹长笛前十招超有用的热身操，让你可以打通肺活量，加速手指头的运动。当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啊，要保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维持我们支气管的畅通以及它的扩张的宽度。支气管是连接呼吸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，它是将空气输往肺部的通道，也是将气传送出去的唯一的通道。因此在维持通道宽度的同时，实质化看见你吸气的量，你就能够很好的操控你的呼吸，并达到目前肺活量的上限。我们就来执行吹长笛前的这十个热身操。热身二，在任何一个角度都保持你的支气管的畅通，让头颅在任何一个角度都不会阻碍气管的通道，才能让你在吹奏时无论任何角度都能正确的吹气，有气才有声音，确保每一口气都能顺畅的运行。热身九，保持气流方向的稳定。气流方向的稳定呢，代表的是音质和声音的稳定。如果有办法精确的放松，正确的控制气流的方向，那么长笛吹起来就会好听。这个热身需要使用工具来帮助你检查气流方向的正确，用看的更能直觉的做好每一个动作。这个热身九的运动啊，其实跟热身二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可以择一来做，但你也可以两个都做。热身时，手指头的高速运动和稳定。我们手指头在运作时需要全然的放松和精准的肌肉控制。第一个需要放松的地方在指蹼，也就是手指头的连接处，按压每一个虎口处，让每一根手指都能具备弹性。尤其在拿长笛的时候，三四指在正常情况下会特别需要分开一点，所以可以额外多训练这一处的开合。四五指间也是一样的原理，尤其是小拇指特别需要针对它来热身，可以增加低音的稳定性。最后，当我们的手指在移动时，其实并不只是指关节的运动，手臂的肌肉也起到很大的影响。我们都要有一个观念，多用大肌肉去处理每一个动作，尤其是臂膀处的大肌肉，保持放松，想到它，两边都能精确的控制大肌肉的运作，你的手指头就能越来越快，越平均。手与胸腔中间的范围应该要呈现一个良好的椭圆形，这样身体的支点和平衡，以及律动感的推动才会比较好掌握，而且比较自然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才不会压迫到任何一边的肺部，造成不自觉的呼吸困扰。这十招热身操，赶快按赞收藏吧！